看看新闻网。媒体曝光恋情的余文乐结束了和吴雨霏的伦敦蜜月之旅，一同返港。两人虽然先后出现在机场，但情侣款的行李箱还是透出了两人正在热恋的信息。面对记者的追问，余文乐并没有显示出反感，倒是透露了不少两人同游伦敦的细节。你是不是同佢同一间房啊？我好多间房噶，住。你话你用咗10万蚊请啊？啊 ，Kevin 去旅行，我全程你，系啊，全程你请噶，系咪你请啊？包到大方嘅。我都有请你食饭我就系啊，我觉得唉，冇所谓嘅。此前曾有消息传出，称吴雨霏在余文乐之前曾追求香港歌手周柏豪未果。不过，他对于媒体将他与周柏豪拿来对比一事儿，回答得十分霸气。乜嘢？话佢话周唔到周柏豪啊？系啊，我请好多。视佢为结婚对象啊，将佢知道佢翻嚟好多嘢做嘅，我都要赚钱先可以谂其他嘢。